你怎么才接啊？我姐她没事儿。爸妈，你们能不能别再给我安排了？我已经说过我有自己的计划了。为什么管你爸借钱？我问你话呢，为什么管你爸借钱？迟氏啊，你妈妈现在可能不太方便跟你通话，咱们晚一点再通话好吗？就是你，你那天给他打的针，实习生。你竟然是个实习生！不是说好每天八点视频的吗？这都几点了，你打这么多钱干嘛？怎么样，兄弟，想我了没？哎，你什么情况啊？真哭了？怎么了？我要回国。啊？